一只几万年前的上古花姑娘狠狠地咬了男人一口，下一秒男人就夸的一下晕了过去。根据剧情的走向，男人多半是要变异了。果然时间刚来到晚上，男人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手指出现了一阵发痒，好家伙，五个指头全成了稀巴烂。第二天他来到学校，一个九阴白骨爪过去，我的天呀，那坚硬的钢臂就被挠成了稀巴烂，原来是长出了美甲。男人名叫大壮，是一所大学里的小学生。自从看了蜘蛛侠后，大壮就十分的喜欢和蜘蛛打交道。一天偶然的机会，他和朋友小帅捡到了一张马戏团的宣传单，出于好奇，两人连夜来到了这里。接待他俩的是一个叫大低脑的帅哥，他是这里的主持人。只见他倒数三个数后，精彩的演出就开始了。第一个演员是一个得痔疮的狼人，上台转了一圈，啥也没表演，还咬掉了一个女人的麒麟臂。没想到那女人捂着伤口，一脸得意的走上舞台，原来她才是主角。只见过了大约几秒，女人一条崭新的二臂就慢慢的快速长了出来。这节目放到现在，至少得判好几年。第二个演员是一个大美女。只见他昂首挺胸来到了大壮面前，胯一下趴在了大壮身上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好家子，没等大壮支棱起来，女人的胡子就扎了他一下。仅仅过了 3.1415 秒，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就变成了粗糙的壮汉，这一幕让大壮瞬间软了下来。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压箱表演，是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卷毛。卷毛取下帽子，一只1.8米的花蜘蛛缓缓地爬了出来，接着两人配合着表演了起来。那带着剧毒的花蜘蛛瞬间吸引到了大壮。演出结束，大壮不由自主溜到了后屋，找到了这只蜘蛛，并且陪他玩了起来。这时大壮听到屋外有脚步声，于是急忙拿着蜘蛛躲了起来。而就是这么一躲，大壮知道了个可怕的秘密，卷毛居然不是人类，是一只吸血鬼。因为太爱蜘蛛，他甚至把蜘蛛带到了学校，可碰巧被同学小帅发现，小帅请求看一眼蜘蛛，结果刚拿起笼子，铃声突然响了一下。就这样，带有剧毒的蜘蛛开始在学校里到处爬了起来。一只含有剧毒的大蜘蛛被小帅不小心放了出来，只见蜘蛛迈着8条腿快速的穿梭在走廊里。此时的学生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只大蜘蛛，如果不小心被它咬上一口，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幸运的是，大蜘蛛并没有攻击人类，而是选择从窗户逃走，可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这时小帅拿着扫把赶来，哗的一下把蜘蛛闪现打了出来。没想到蜘蛛正跑得欢时，居然哗的一下被泡泡糖粘住了。小帅见状拿着扫把就扔了过去，结果蜘蛛掉在了他的身上，然后哗一下给他咬晕了过去。为了救自己的闺蜜，大壮只好求助了吸血鬼卷毛。卷毛表示救他可以，但是得有个代价，就是把大壮变成吸血鬼。没办法，为了救自己的闺蜜，大壮只好同意了卷毛的要求。随后他带着大壮来到医院，扶起小帅的胳膊，把刚做的美甲哗一下扎破大壮的血管，用嘴巴把毒液全部吸了出来。变成吸血鬼的大壮从此生活就变了样，不但喜欢吃上了生肉，就连看到自己的妹妹的脖子时都开始忍不住的想要靠近，对着血管来上几口。大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找到卷毛配合自己，利用假死彻底的让自己从世界消失。卷毛拿着铁锹不停地刨着大壮的坟墓，而大壮则淡定地玩着手机。大壮刚被救出，卷毛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个推手又把大壮推进了坟墓。原来是一个吸血鬼坏人，为了保护大壮，卷毛和坏人在墓地里打了起来。可没等大壮走出几步，坏人就追了上来，掐着大壮就准备逃跑。远处的卷毛拿起一个石碑，哗的一下把坏人给打翻了过去，然后抱起大壮一个瞬移来到了马路上。可此时的卷毛并没有选择继续逃跑，而是站在了马路的最中央。 Don't look behind you。为了能保护自己，大壮开始勤学苦练起来，很快便掌握了闪现的技能。光有逃跑技能肯定是不够的，于是晚上他又找到卷毛学习了挠人的本事。半年以后，坏吸血鬼们又出现了，原来他们预知大壮未来会成为自己的天敌，所以才频繁的想要除掉他。可现在大壮已经不是那个弱小的孩子了，看到早上没的坏人，大壮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，直接扇出了5个指头印。虽然敌人是吸血鬼，但是卷毛家族的人也不是好惹的，没过几分钟就被绳子全挂了起来。眼瞅着大壮也要去求，关键时刻卷毛再次出现，和坏人们老大打在了一起。女人瞅准时机伸出自己的尾巴解开了身上的绳子，然后找到大壮。由于长时间没喝血的原因，大壮浑身没有点力气，为了战胜坏人，女人愿意付出了自己的 O 型血，让大壮好好的饱餐一顿。另一边，卷毛也因为实力不敌对方被打得特别惨，危机时刻大壮及时出现，拦下了对卷毛的致命一击。卷毛正接拿着2米的小刀，哗的一下扎在了男人的腰子上，这一扎直接扎出了大结局。故事的最后，大壮成功加入了卷毛的马戏团里，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魔术师。关注奇戏，带你走进电影人生。